今日是阮景美集應廟南巡會香活動順利圆满入庙，由本庙高董事长以及祝委员带领阮的神轎班、锣鼓班以及所有的信徒来参与这届会香活动。活动过程拢顺利圆满，请安公祖、阿嬷、诸位神尊菩萨保庇阮所有的信徒身体健康。平安顺遂，大赚钱，拜拜，再拜。